汗水会排掉，啊，然后这个穿起来会非常舒服。天哪，这么神奇吗？家人们，谁懂啊？你们猜我到哪儿了？看过世界杯的朋友肯定都知道这个品牌，今天就带你们去它的生产一线看看，走。王总。哎，你好，我是跟您约好的小何。哎，你好。咱们的人员规模大概是怎么样的呀？目前整个集团的话，大概人员2000个人左右。那晋江这个基地的话，大概是在接近1200。我们主体是足球为主，足球这个系列的为主，也有零售的甜品类的，我们也有终端的店铺。您刚才提到足球，我记得去年的那个，对，那个球叫风火轮，哦，那个非常好，摸起来挺舒服的。这些面料全部都是带功能性的，这种衣服好，像运动员啊，包括我们自己运动穿在这个穿在身上，它出汗，出汗它很快就能快速的把这个汗水会排掉，然后这个穿起来会非常舒服，它不会贴皮肤，不会贴在身上。那其实我们普通人就算不是专业运动员，穿着也挺好的，就每天运动啊，夏天的时候，对，是的，今天都非常。